就像是森林和大海，就像小鸟和蚂蚁一样，少年啊，你好吗？去吧，去蓝天白云下。会唱的跟我一起好不好？
爸妈嘱咐几句，要好好照顾自己。六点半到火车上，一口美好的豆浆，行李箱牵挂的重量。经过了一段段努力打拼的日子，跌倒过很多次，没有放弃这回事。小时候他人爱叫，外面的天有多大，有一天我也要去闯。流泪汗流汗我不怕，家乡那儿的今天呢是专门为我的第四张专辑来办的一个新歌的演唱会。对，然后呢今天我会稍微多跟大家讲一点点话，因为我的新歌所有加起来只有十首歌，只有50分钟嘛。对，但导演觉得今天来那么多人，怎么也要给大家表演到90分钟。
对，但其实我又不太想在新歌演唱会上唱太多以前的歌，所以呢，我只能跟大家聊天了，好不好？首先呢，对，又是一个很感人的环节，就是要感谢一下现在直播的一些平台的朋友，对，对，因为毕竟还是合作嘛。首先呢，感谢 Live TV， 不是感谢啊，对不起。那个要跟那个 Live TV 的观众打招呼，嗨，你们好。还有 QQ 音乐的朋友，你们好。我刚上台之前，那个我们还没演的时候，好像已经有快40万人在看。对，然后还有酷狗音乐的朋友，和酷狗直播的朋友，还有酷我音乐的朋友，还有什么酷的吧？哦，全民 K 歌、QQ 空间和闹直播。哦，没了，好。对，感觉今天真的有很多人看。我是会不会太近了一点？哎，姐姐你好。好，没关系，慢慢来。对，手很凉，对不起。对，我的第四张专辑，我其实想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吧？哦，对啊，应该都买了，因为不买进不来。对，所以，第四张专辑呢，我觉得其实它很，后面的朋友自己照顾一下。对，第四张专辑呢，其实它很杂，我觉得，它是我这两年的一个心情的一个纪录片一样，它其实没有概念。对，它到底多没有概念呢？可能大家从它的名字就可以感觉得到。对，因为就叫所以。我其实这张专辑是没有太多的，先有一个大的概念，然后再去做的，所以就做了10首歌，可能一年写了100-200首歌，然后留下10首我觉得还不错的，就出了一张专辑。然后起名字的时候，公司又说，哎，要不要起个什么意味深长的，就是说出来吓死人的名字，我觉得很难，所以我觉得那就好了，因为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因为它不但很随便，但是大家其实也离不开这个字。对，我做了这张专辑之后，我才发现我原来那么常打出这个字，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现在对，觉得这个名字还蛮适合我现在目前的状态的。接下来这首歌呢，送给大家。社会人的最一代，发现你的灵感，贫穷却又疲惫，谁也学不会，不习惯问谁冷风系列，为一个爱的人去流血，也许高尚的人不理解，怀旧加泪和重口味，少几个都不对。
是长河吗？
前面唱几个快的，有点喘，然后，对，就是因为都是新歌嘛，第一次唱，其实，真的，我今天真的好多歌都第一次唱。其实我上来之前想了好多什么，哪里要怎么张嘴啊，哪里什么，但，对，因为没唱过，所以就，但我一上来看你们就觉得好挺多的，嗯，因为，对，其实我刚有看到有很多那个。有上海来的歌迷对不对？在，对，叫最大声一定是。啊，这里啊，黑暗处啊，是你啊。对对，怎么又来？不要乱花钱了。对。这张专辑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慢的歌，我自己也很喜欢。对，比如戒烟啊，和就这样，我觉得有很多让我觉得很唱起来很像我这两年的想唱的歌的感觉。对，接下来呢就这样送给大家。就这样，把真
就这样。今天除了唱新歌之外呢，其实还是要唱一点点老的歌，大家比较熟的，对，好不好？好，我等一下，等一下，乐队先等一下，我喝个水先啊。我刚唱就这样的时候，嘴巴好干，那个痒，那个嘴唇粘到牙齿上面，就是痒。哎，是谁给我一瓶水喝啊？好好，谢谢。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第二张专辑里的一首歌，第二张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哎，有猜到了吗？好像只有两个人猜到哈。喜剧之王送给大家。
接下来这首歌是很，我觉得排，可能我觉得歌单没有排好。接下来这首歌太慢了，对，前面就好，还要忽然那么慢的，我也不太对。嗨，这位大哥，我说那个这个小孩呀，来来来，握个手，过来，你好，他完全一副翻个白眼给我。对对对，谢谢你带你的小孩来看，谢谢。哇，还有一个，恭喜恭喜恭喜。对，哎，忽然感觉好综艺啊啊！我握个手，手上好多汗，我擦擦。谢谢你们，谢谢。嗯。哇塞！谢谢。对，我已经走到没办法走了。哎，导演都握个手，导演这边。接下来这首歌很慢啊，谢谢。对，等一下啊。我看着你的时候。说好还没去过的地方还好多。
那些最浪漫最曲折，你说你舍不得，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谢谢。对，刚才这首歌是，我觉得其实它很，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大家现场一起唱就会很有氛围的。对对对，但我发现可能只有我看到的人很有氛围，没看到人都待那边不动那样子。对，不过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它很舒服。对，因为这张专辑我刚才就说嘛，因为。前面有很重的，然后也有很高的，也有比如说像刚唱的歌谣啊那种有，故乡的感情比较多的。其实这首歌什么都没有，对，其实真的没有要说什么，所以就很舒服、很放松的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这张专辑写的时候比较靠前的。时候写的一首歌，他的 MV 也蛮特别的，是我那个在那个洛杉矶演唱会的时候，对，去那个洛杉矶拍的，然后还挺那个什么，脸还挺垮的，因为那个时差的问题，对，那天拍的时候觉得还挺特别的，每次看到那个 MV 都觉得很有感觉，对，祝你幸福，送给大家。哦，好，刚刚导演跟我说，我刚说了半天，白说了，下一首不是祝你幸福。导演，你就应该顺着我的意思，让我唱祝你幸福吗？哎呀，酝酿了半天，白白的酝酿了。又说 MV 什么，那我接下来要说什么呢？祝你幸福那一段。哦，哇，接下来这首歌，我先说什么，你们会不会不相信我？
下天空就要变成红色。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很不朽，但我很喜欢，非常不朽。戒烟送给大家。
经为了变得更好去的锋芒，一不小心成了你的倾诉对象。电话约在从前约会的地方，要陪你唱歌吃饭我接着，保持有良心观。你说曾经过得还算幸福美满，喝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想起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听你说话看你哭湿头发，我得到了惩罚，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三年零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你给过我的伤害心没有一句责怪，戒了烟染上悲伤我也你说的忽然咳嗽了一下，你却哭了，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听你说话看你哭湿头发，我得到了惩罚，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三年零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你给过我的伤害是没有一句责怪，戒了烟染上悲伤我也接下来，啊，刚咳嗽，对不起。我为什么会咳嗽？接下来呢，就是我刚说了半天的那首歌了。实在不太，没想到这首歌的出场竟然是这样的。怀着一个，好吧，祝你幸福。花。
早春开的花，也曾摘下过几芽，就放在口袋边上。想那一年盛夏，都落谢里静的沙，合影都有些泛黄。昨夜不知不觉，落叶落下，秋天像童话。那天有个女孩对着电话，你还爱我吗？在一旁很久很久的记得爱情，信誓旦旦的悲伤，现在开始唱。昨晚你发出了想法，忽然忽然感动大哭，哼出来的音符，手的温度跳过那支舞。演奏所有感触，回忆一幕一幕，是结局吗？是一封情书。戒烟再来一次。我就不回那里，我在这里跟你们，好不好？辛苦辛苦，乐队老师们。Thank you.
经为了变得更好去的锋芒，一不小心成了你的倾诉对象，电话约在从前约会的地方，要陪你唱歌吃饭我结账，保持有良心说最近过得还算幸福美满，喝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听你说话看你哭湿头发，我得到了前方，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三年零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你给过我的伤害是没有一句责怪，戒了烟染上你说最近过得还算幸福美满，喝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听你说话看你哭湿头发，我得到了惩罚，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三年零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你给过我的伤害是没有一句责怪，戒了烟染上悲伤，我也我也不想，谁也不想，戒了烟我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三年零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你给过我的伤害是没有一句责怪，戒了烟染上悲伤，我也不想，我先环绕一下跟所有的朋友打个招呼啊，对，因为其实是新歌的演唱会嘛，所以不会很久，对，所以接下来有两首歌其实是都是给电影唱的歌，对，哎 hello 华纳的朋友你们好，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朋友会唱吧，对，嗨嗨，不将就送给大家，来，真的要一起唱好不好？我要不要
后随机抽个一两个，感觉上比较会的。我当初在招手，我说抽就没人抢手。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是和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看得着。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你要唱吗？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卷轴，还想为谁
接下来其实是最后一首歌了。对，因为是新歌演唱会，我唱五个小时，你们好意思吗？对对对，接下来要特别的感谢，对，其实你们看那个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和 Line TV， 我不会念英文的，还有华纳音乐的山哥，山哥在那里，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盯着我，对，你看你看，对对对，和那个小 Sam 哥，对，然后还有我自己经纪公司的小金、小谢和小杜，然后哇，他们俩也有，艾明和李伟，对，所以他们都是每天跟我几乎就是待在一起的人，所以今天这次演出，他们其实为我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对。我想今天大家给一次最大的掌声给他们，好吧？谢谢。最后一首歌了。对，怎么感觉那么快？就最后一首了。对，是什么歌呢？不说。
谢谢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